Sharon 郭秀雲，歡迎 ，Hello，Thank you。喂 ，Sharon 咧，嗱，我哋睇張資料咧，原來你係第一代喺街踩單車㗎人。嗯，嚇，我唔覺得我係第一代，絕對唔會係第一代。你諗下有幾多阿伯身形係幾咁 fit， 可以揸架好重嘅古老老爺單車，不過可以仍然係拎住好多啲石油氣筒嘅，嗰啲先至係犀利。唔係，但係我講緊 artist， 好咪你真係最早咧？喺過去呢幾年啊，都主要係忙緊環保嘅嘢咯。啊，係，例如係啲咩？例如其實我最初咧就係做海洋嘅環保嘅，後晚就已經係咯。你有個音樂會咁係咪啊？啊，其實咧今次就主要係朋友同我講過有個我覺得好特別嘅嘢，咁就我覺得哇，好如果有咁嘅機會可以同佢合作咧，真係想試下。有一位叫做 Park Stickley 的音樂家啦，咁佢係彈豎琴嘅，咁大家即我咧，起碼一諗起豎琴嘅時候，我係會幻想係小天使攬住個豎琴咁樣，好優雅咁樣，即係絕對唔會諗到可以好 cool 啊，定係好 jazz 啊咁嘅嘢。咁不過原來 Park Stickley 咧係彈開好多 pop 同埋 jazz 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後晚一起去支持 Sharon 嘅音樂會噶啦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